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最近呢，帮我老婆拍她的那个视频，然后呢，又找回一点拍视频的感觉和这种兴趣，所以呢，最近决定又三分钟热度重新过来拍几期。现在拍点素材也没什么好干的，你看，就拍一个这种勤劳的经纪人的日常，作为一个今天 vlog 的一个素材，是他要求我拍他的，他说你没什么可拍，你可以拍我啊。你看，没有美颜的 Coco，快杀死他，杀死他！滚开！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前置摄像头。前置摄像头，我觉得它这个清晰度还是可以的，而且它现在很高级，它有人脸识别。你看我，啊，可以这样的吗？Yeah，我怎么不知道？哈哈，你不知道吧？当然不知道了，因为是我教你拍的视频嘛。这个为什么不教我？就是说我到了那边拍的地方，可以这样，为什么不教我这个东西？怎么现在不是告诉你个秘密了吗？怎么弄呢？教你。我爸很久没有用这个背包，又拿出来了，把这个隔层准备好。因为今天我们的安排呢是要见两波客人，中午12点是一个客人和他一起吃饭。然后吃完饭2点呢，又是第二波客人。跟他见完面之后呢，我是跟他谈，就了解客户的这个需求。然后看完之后呢，Coco 就会带他去看房子、买房子。然后下午呢，3点到4点，我会带我小女儿去打网球。然后他们打完网球之后，4点半到6点，就他们有一个编程课，所以是。安排的非常满的一天，我们甚至于今天连接那个儿子的时间都没有，还要麻烦丈母娘去接，所以今天又是搬砖干活的一天。这样今天干好活了，明天就可以去打球了。是的，就是这样子，很愉快。哎，我转过来了，给你一个镜头，say hi。OK，歇口气，现在是下午2点半，刚才12点和一波客人在美洲东坡吃饭。聊好，然后又赶去两点，在这个旁边的星巴克又见了一波客人，然后现在 Coco 带这个客人去看房，我就带过来陪小女儿练网球，当球童，等一下记录一下我小女儿打网球，看看她最近有没有进步。她现在反手呢，我们给她换了一个新的教练，然后呢，新的教练就说以前教练教的东西呢，反手没有问题，但正手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肌肉记忆之后呢，就很难改。看看吧，今天应该是一个团体课，看有没有表现好一点。啊，外婆接他们放学了，两姐妹赶来了。我这里还有中午时盛打包过来的油炸馒头。Hello，今天怎么样？这是哈，这个要不要油炸馒头？哦耶！有半个是我刚刚吃的。然后，因为我想起我要减肥，我也没吃掉，吃了半个一口。一口？那你嘴巴咋的？对啊，嘴巴多大？一个馒头还不大？胖哥，哈哈哈！就球不在这里打，球在这里打呀，那干嘛送到这里啊？球在这里打，啊，对啊，那么他呢？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去打呀。啊，这样子。对啊。啊，那我回去是吧？对，好，好，拜拜。油炸馒头要不要？你这有没有很奇怪？是外婆过来接你们？他外婆是怎么样？外婆先接到门的，走进去接的，然后怎么接到米口的呢？那个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就在树那里笑。那还有个月饼呢。哦，我老了。然后我在那里竖起像这样子，然后 I'm like hello。Hello, I'm here. And he's like, oh, hello. 你穿好网球鞋了吗？OK。那是新的吗？有。不是啊，没有去买啊。你要买了吗？你的鞋子大小怎么样？我看一下。你脚放在地上，我手指比一下。我觉得可能要去买一双新的网球鞋。你觉得呢？每次我说要用满意的 squeeze，呀，那就太小了。
所以我们要去买双新的网球鞋。OK。Oh wait, don't look at that. Don't look at that. 我又开始 record 一些 video 啊，你们觉得怎么样 ？OK。Miko G 也要加油啊！看 Miko G 和超 G 什么时候超过 Coco U 的频道好吗？他的 YouTube channel 现在已经有1000个粉丝了。你有多少？你有多少 ？Yeah, subscriber. 5 OK. 我有大概好像50。我们看谁。52 OK. I have one because I made one video. Yeah.Channel. 所以我们要加油好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战胜他的。我 make the video 有 5 views. That's great. OK. 快点吃完，我们去打网球了。现在我们要陪米兰去 Irvine Tennis 买新的 tennis shoes. Are you trying to make him that one? Let's go. Yeah. Are you trying to be famous?Thank you. Cool. Cool. Okay. Is this one cool? Yes. 看起来好大。对，我也觉得。你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这个鞋有没有你的 size。Okay. 你可以去问。去问No. So you don't have any kids shoes? The only kids shoes I have is on the left side.Oh, got it. Thank you.爸爸还有宝宝是不是？啥？你在吃什么？这是什么呢？是馒头。是馒头啊。这是什么呢？是月饼。这是月饼。好嘞。怎么样？今天 coding 课怎么样？我做了一个 square， but we have to do ourselves now。做了一个什么？哎，你放电脑里面。这里，然后我也养了很多宠物。有 panda 吗？哦，那我现在弄一个 panda。Yeah。我能不能 place blocks？ That's what the agent can turn。Okay. So you guys want to whack-a-mole is the game? Whack-a-mole is? Yeah. You guys know what it is?No. What's the point of the game? It's the whack-a-mole. Yeah, so something will spawn and you're supposed to hit it, right? And then it'll go away. And then another one will spawn. You can. Hmm? No, he turned. He can turn. 这是什么？他我的 agent. Okay. So if I type it again, it turns. He turns. Ooh.Cool. Yeah. He turns. Yeah. One time. Next. Okay, so how are we supposed to do this?这个大巨婴，对。拜拜。